大家好。好，请坐。好，大家请坐。学习心得报告，惭愧弟子上观。主题：图文八和平之旅的启示。上篇：近两个月的澳洲图文八之旅已经结束，本着无比感恩的心记录下此行心得，感怀这片给人无限灵感的土地，感恩在这片神奇土地上遇到的所有人、事物。对世界而言，图文八是一片正在奏响和平旋律的土地，未来它将引领带动全球的宗教大团结，带来仁爱的雨露滋润，供养干涸饥渴的大地母亲，唤醒世界和平。对个人而言，无量劫的等待，今有幸在图文八，在尊敬的师父上人身边学习生活近两个月，学习放下自我，找回内心的和合，找回与一切众生的和合，真心实意感恩成就这次因缘的所有菩萨。世界和平，宗教和睦，家庭和谐，都要从内心的和合开始。心是工画师，世间万物姹紫嫣红，不离一念心想。心是一切问题的根由，唤醒内心和合的方法无量无边。然无量方法中独具二法，其一为最上最圣最难信出世间之法，能信愿行持者，必住无上上最解脱殊妙和合之道。此法即是持名念佛法。其二，现前能挽救世道人心的速效救心丸，非群书制药莫属。持名念佛法和群书制药的救世之道，于一切世出世间中无有匹伦，于一切方便中助大导师行，现世乃至未来涅槃正路，唯持名念佛方能直径通达。人间正道为群书制药导引无疑，大难大难之内心外境困扰，非此二法不能解救。若得此二法，世出世间一切生灵皆平等解脱。本文仅从图文八之旅的感怀，浅谈弥陀圣号和群书制药在唤醒内心和谐方面的最胜之处。一、认识真我。一、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假如一个人与自己对立，内心世界不和合，他绝对不可能与一切众生和合，
他绝对不可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假如在内心世界里还有一个众生不能接纳，那就是与自己对立，就绝对不可能回归极乐世界。往生极乐，和谐世界，团结宗教，和睦族群，调和身心，都需要用真心。真心就是菩提心，就是欢喜接纳一切人事物，不与其对立对抗。真心里面没有自我和私心，只有虚空法界与一切众生，因此真心生出百界千如，无量境界却始终清而不染，静而不乱，自盈之光，无事不照，灵光独耀，照而无照，全时得用，妙行自在。用真心时，即见真我，得会其佛，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西方即在眼前。念老常言，学佛就是要把自己的知见换成佛的知见。雪庐师公教导，学佛就是换心，把凡夫的心换成佛的心。这些已经到达彼岸的过来人所言，都是一字千金，切中要害，也恰恰是众生最难放下的，那就是我。我这个字是人一生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同时也是一切众生痛苦和灾难的根源。究竟什么是我？我的归宿又是什么？尽管祖师大德全巧开示，明白的人还是凤毛麟角，因为愿力不足，忍力不够，定力不具，道业未成，终究抵不过习气所迫。我是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所生出来的，阿弥陀佛就是我的根，我是弥陀宝树生出的果实。阿弥陀佛是名号，是净土，是佛果，是一团和气，是无量众生，无量诸佛，无量佛土，是无量行愿，无量功德，无量宝藏，无量不可思议之力。阿弥陀佛是我的生身父母，是我的真心，是我的真身，还是这片娑婆秽土，也是一切众生的真心，一切众生的真身，一切众生的生身父母。阿弥陀佛是我和一切众生一团和气之相，是我和一切众生的能量源泉，所以我身我心变一切佛土，我就是一切有情无情众生，一切有情无情众生与我同根同心同身，同时融在弥陀名号功德海中，融在弥陀佛力能量宝藏中，融在永恒和谐美好中。我就是一片光明中的一颗极其微小的光子，但我这颗极微小的光子却包含一切众生，我中有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中有我。当我觉悟自己与一切众生实际融在一体光明中，我会得到最上妙乐，得到真实利益，就是认识了真我。真我就是集一切美好为一体的和合之相，因此真我就是极乐世界。回归极乐世界就是回归我本来的样子，回归遍一切时一切处的大光明藏。大光明藏中含藏无限慈悲和智慧的爱，大光明藏就是真爱。
真爱的根是孝道，悯怀一切众生累劫以来与我互为父母而生出慈济救度亲爱之心。真爱的本是礼敬，感恩一切众生累劫以来做我导师，折射我的内心，令我反观自身，反闻自性，破除我黑暗业力之恩，当至诚礼敬。真我就是真爱大光明藏，常即光土，我身便常即光土，方便全巧称真我真如为阿弥陀佛。因此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自性常即光土，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真爱。二，阿弥陀佛名号的真实之意就是为人民服务。甲，阿弥陀佛名号和为人民服务的离体都是真心。我就是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名号的真实之意就是我人生的价值取向。阿弥陀佛名号真实之际是真爱，真实之意体现在为人民服务，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一点从《无量寿经》中可以看到确凿的证据。为人民服务的根基是真心爱一切人民，即真心。阿弥陀佛名号的离体就是普贤实德，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就是真爱大光明藏，亦即真心。因此为人民服务和阿弥陀佛名号所依离体皆是真心，表现在外即是真爱。阿弥陀佛名号的妙用就是普贤全德，全德有自利德和利他德，利他德就是为人民服务。乙，爱的意义和普贤利他德是一致的。如果说真爱就是为人民服务，肯定很少人反对。下面就依据爱字的字形和意义来论证阿弥陀佛名号和为人民服务以及真爱之间的关系。乙一，爱字的字形和阿弥陀佛名号功德的关系。首先从爱字的字形来看，爱是会意字，在古老的经文中，爱字上面是一个人张着嘴巴，表示诉说或倾诉。爱字中间是一颗心，表示疼惜。爱字下面加手形，像一个倾诉的人伸出手捧着自己的心，表示将对方放在心上。赞阿弥陀佛名号利他德中有十句经文是表德尊普贤的诸大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德行，就是讲真爱的表现。这十句经文中演慈变受法演，就是经文爱字的上面表诉说倾诉，用今现在说法来开演教学，告诉一切众生通达自性真爱的秘诀，就是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其诸圣于此片言间，真爱就一定以教学为先，令众生开悟得利益。而心大悲悯有情这两句经文，就是经文爱字中间的一颗心，表真心、悲心、疼惜、无条件的悲悯救度。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计附和皆度彼岸。这四句经文就是经文爱字的下部，表双手、表行动。因于一切众生视若自己，方能伸出双手整计附和，不分种族、地区、国家，无缘大慈，
互助互爱，成熟善根，令其称念自性真爱名号阿弥陀佛，最终一切皆得度彼岸成佛道，不退涅槃城，使众生得无为常乐，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境界。以二，爱字的表意和弥陀名号的关系。依据小篆的爱字，说文解释作行会，是加会于人之意，亦即怀福人之心。无量寿经普贤利他德中开端即表妙行显实，即利他第一行就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就是爱字的第一层含义，惠人之意。因怀福人之心，必先惠人真实之际，即使一切人见性成佛。爱字的第二层含义有利人之行，普贤利他德第二为诸众生作不请之友，就与此相应，为人民服务，就像真友不待请，譬慈母之去婴儿，自然而然，不假思虑，流露真实之爱。没有成佛因缘者，菩萨未作因缘；有道基者，菩萨为之强化成佛因缘，终究不舍一人。众人不请有而安之，此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公无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时时刻刻心系众生。爱字第三层含义表护持，如孟子尽心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普贤利他德第三级护佛种性常始不绝，与爱字的护持含义相应。为人民服务，就是以教学为方法，使得人人本具智慧德能向好显露出来。这种自性佛种，倘若不依靠教学的滋养灌溉，必然走向衰灭。因此，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今现在说法。最妙方法实现这一宗旨，就是教授念佛成佛无上妙法。此为护持真心真爱佛性种子传传相继的最方便法。爱字的第四层含义是亲善约爱，如孝经爱亲者不敢误于人，普贤利他德第四度恶趣开善门，即同此意。真爱既不会加恶于人，真念阿弥陀佛者更不敢想，也不敢做加恶于人之事。因同体之亲爱，必平等对待，而无丝毫分别嫉妒，何来以恶对恶，以报还报？因此，爱字和阿弥陀佛名号这层含义，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即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最终令一切众生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与佛齐等。以上粗浅论述，不难发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中，包含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护持护佛种性常始不绝，包含其原则亲善平等、度恶趣、开善门、和睦相处，包含其精神大公无私，时时处处做众生不请之友，包含其最高境界，令一切众生回归真实之际，见真心，见真我，觉悟一切众生与我皆是阿弥陀佛。因此，阿弥陀佛就是真爱，就是为人民服务。念阿弥陀佛的人，一定是一切国土最好的公民。哪个国家，哪个地区不欢迎有真爱，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的公民？这样的人就是真心念阿弥陀佛的人。三，是什么阻碍了众生见到本来面目？是什么阻碍我回归本来的真我，
回归我本来的和合之相，是迷惑。迷惑在把一切众生当成和我对立的另一面，因此不能放下自私自利。众生就像一面镜子，是我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变现的，时刻照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是什么样子。我当下的一念心是什么，这面镜子就显现什么。忍力不够时，业力就起作用。业力是习气积累已久所成，日缘起用，结果必然受善恶果报。我嗔恨，众生反射我的嗔恨相，当下的嗔恨心是助缘，无始劫的习气是因，因缘具足，业报现前所受被嗔恨之果报，自然借因此显现火灾。我欢喜，众生就现欢喜相，这其中包含我过去生中常令众生欢喜的习气，在当下我的欢喜心作用下，我所感受的果报就是一片欢喜，自然界也风调雨顺。我念阿弥陀佛佛，众生就现阿弥陀佛自性光明相，我身边境界也随之离染浊、离纷乱，回归百界千如、万物一体的极乐世界和合之相。众生就是我当下这一念和过去习气的镜子，众生就是我自己的真实反馈，众生就是我自己，有谁会和自己对立？自性极乐世界是绝代圆融的，没有对立的。如果把当下的念头时时住在阿弥陀佛佛号上，我们就会远离对立，远离纷乱，远离缺失，念什么就现什么，就成什么。转变境界还是要靠念佛来觉悟迷惑的心。上观这一篇心得报告有上下篇，刚刚我们听到这是前半段上篇，这是他在图文吧一个多月学习的心得感想，很难得啊，也能够看到啊他很用心，很谦虚，学习得很好。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法都是从心真心所生所变。真心是什么？真心第一德就是爱。这个爱的意思很深很广很不好懂，什么是真心？什么是真爱？这个爱心深广没有边际，它就是自信，中国人叫本性。三字性经上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是本性，爱就是善，本善，它是真心第一德。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观察，那你会看到
宇宙的真相。真相是什么？无尽的爱心，无尽的慈悲。佛家说爱说的少，说慈悲说的多。慈悲就是爱。慈的意思是帮助众生得乐，悲的意思是帮助众生离苦，这是爱的两种表现。佛为什么说慈悲不说爱？慈悲是理智的，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世间人称爱呀，爱里头有情执。真爱里面没有情执，他讲得很清楚。所以世间的爱是已经变了质的，不是纯净纯善。这个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这些年来我们接触很多宗教，看他们宗教的经典，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爱就是神，爱就是上帝。慈悲就是佛菩萨。是谁呢？是自己。于是我们就晓得，任何宗教讲到极处，讲到最高峰，无不是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大乘教里面常说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一句形容的话。本来面目像什么？没有形象。不是物质形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乃至于自然现象它都不是。那么这三种现象都从爱心里头生出来，现出来。能生能现的。有一些宗教里头称之为造物主。把他人格化了，那就很难懂了，容易造成迷信。佛经里头没有。有一些高级宗教里头，现在也说真神。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它真在，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如果真神造物主确实是
这个样子的。那跟大乘法里面讲的发身一个意思。啊，法身，法是一切法，一切法的本体就称为法身。在我们净土中称它为常寂光，就称法身，称造物主啊，常寂光就是我们的自信，唐朝时候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给五祖仁和尚做了简单的报告，他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用20个字来描绘，五祖认可了，把衣钵传给他了。他是禅宗第六代祖啊，这五句话简单明了，就是真心，就是真爱。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自信本来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所以它不会被染污啊，所以他说本自清净，再头一句。第二句是他没有生命啊，物质现象有生命，精神现象也有生命，乃至于自然现象啊，他什么都不是，但是他能变现一切法，一切法都是他变出来的啊，他不生不灭，变出来的一切法有生有灭啊，不生不灭不能执着，不但不能执着，也不能想象，无法想象啊，怎样才能够体会到？要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你才能体会到啊。换一句话说，言语说不出来，我们用思想念头去想想也想不到，这个对于他都不起作用。那么他是言语思维之外的存在，真存在言语思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第三句他说的本自具足，他一样都不缺。从什么地方体会到的？从幕后有一句说，
能生万法。啊，万法大乘教里把它分为三大类。啊，第一类是智慧。第二类是德能，第三类是相好，物质现象。第二类是精神现象。啊，能大师第四句是：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禅定。他从来没动过。啊，所以佛家用的方法如何明心见性，完全用禅定。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开慧就是见性。啊，终极的目标，回归自性。啊，这个离体，整个宇宙是以它为本体。它是能生能现，万事万物是所生所现，啊，这些都是现在哲学跟科学他们所探讨的主题。啊，科学在地球上发展400多年，现在已经探讨到这个边缘了。啊，这三种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物质现象这个奥秘，这是宇宙的奥秘，被揭穿了。啊，科学家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相。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佛经上有，而且佛讲的很多。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都早就说明白了。现代科学家真是，啊，跟佛说的是一样的，还是没有佛说的那么圆满，说的那么详细。啊，为什么？它是从念头生的，念头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现在科学跟哲学也可以说他们摸到边缘。啊，没有办法了，具体详细的说明。我们相信再有20-30年，他有可能把念头从哪里来，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能生万法的会搞清楚。啊，佛在大乘经上说过，
用阿赖耶识，用第六、第七识，就是我们常讲的三心二意。他对外能圆到宇宙，对内呢，他能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就是不能见性。为什么？他靠外面的力量。佛能见性，佛不依靠科学仪器，不依靠思维，佛完全依靠禅定。这个很有道理啊，因为自信本无动摇，这就是自信本定，定跟定相应。只要你修定，修到最高层次的定，就见性了，问题就解决。科学家不是用修定啊，科学家用数学，用仪器观察，他能看到这个现象，他不能得受用啊。也就是说，智慧的能向好，这三桩事情科学家得不到，学佛的人能得到。能修小定有小受用，大定有大受用。究竟圆满的大定是如来所证得的，那个作用就广大而没有边际了。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他在定中能掌握到全宇宙，科学家虽然发现不能掌握啊。你看小乘出国须陀洹，他的智慧，他的德能，科学家达不到。有这个定功，小定，小小定啊，华严将菩萨地位总共分成52个阶级。前面51个成菩萨，最后一个成佛陀。52个阶级怎么分的？禅定功夫浅深不一样。越往上去，功夫越深，智慧越大，能量也越大。出国须陀洹，这是刚刚接到边缘，这小小的，他两个本能现前了，天眼、天耳。佛告诉我们，我们的眼能够观察到整个宇宙，能够看到过去、现在、未来。没有障碍，耳闻音声也没有障碍，全宇宙的
啊，所以菩萨有这个能力。那佛告诉我们，这个能力是人的本能，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换一句话说，人人都有。不在外呀，在内呀。啊，为什么我们失掉了？失掉是迷。迷惑有三大类，大乘教里把它说出，无明是一类。啊，无明烦恼，这迷失了自性。尘沙是一类，尘沙是比喻。啊，太多太多的事情，像尘沙一样，你完全无知。啊，这第二类。第三类是见思烦恼。你把整个宇宙一切万法看错了，想错了，看错了叫见烦恼，想错了叫思烦恼。啊，见思烦恼特重，轮回是从见思烦恼来的，六道轮回。啊，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就像人做梦啊，他醒过来了，啊，梦境没有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道过上说，梦里明明有六趣，有六大轮回，觉后空空无大千，这三千大千世界没有。假的，不是真的。这些话都是说的事实真相，一点都不假了。啊，《金刚经》读的人很多，幕后四句偈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都是真话。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无为不生不灭。天亲菩萨以唯识论啊，造一个相中入门的小册子《百法明门论》，啊，把一切法归纳为一百类，便于初学。啊，它是根据成唯识论造的。成唯识论里面把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太多了，初学的不方便。啊，把它再归纳成一百类。这一百律里头，有为法94种，无为法6种。啊，实际上真正的法，无为法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就是自性。啊，明心见性，
是见到真如悟，它起作用，那就是能生万法，无所不为。啊，无为就是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就是无为，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大乘教常常说的八地以上，那达到究竟过去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跟世间学术理念跟方法不一样。啊，今天学佛很多人用现在科学的方法，啊，科学的方法来学佛，只能得到佛的知识，啊，定慧得不到。啊，如果能持戒，这是我们世间人所说的善人。断恶修善的，啊，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他没开悟。啊，开悟一定要定慧，定是放下，慧就看破。啊，张家大师用这个话来告诉我，容易懂。啊，佛学的名词叫止观，止就是定，啊，就是放下，啊，观就是观照，这是智慧。观照就是了解事实真相，不被外面现象所迷惑。这三大类的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理现象，这三大类，啊，佛也是这样分。啊，阿赖耶面里面有这三种现象，无明业相，这属于自然现象。啊，转向，转是转变，转向就是第七魔那。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啊，有分别，有执着，就变成境界相，阿赖耶的相分。从戒定慧，才真正能够明了。啊，所以佛教用的定慧，戒是手段，因戒得定，定还是手段。啊，因定开慧，慧是我们要终极的目标，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慧，完全明白了，不再没有一点迷惑了，这个人叫佛陀。佛陀是究竟处，佛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回归到自性处。啊，我们的自信是相同的，跟诸佛如来
没有两样，只是我们迷，他完全觉悟。啊，他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回归自性去，就如此而已。啊，成佛了有没有得到什么？什么也没得到。你所得到的全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啊，所以楞严说得好，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全是自信有的，我们要相信啊，从自信里的求正确的，向外求错误的，不能向外，向内呀。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一般人用的方法跟观世音菩萨学的多，观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他的梵文跟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是一个意思。啊，把六根收回来，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用这个方法。啊，这最近有一个人用这个方法用得非常成功，海贤老和尚。啊，什么叫梵文？啊，不要去听外面的音声，听自己念佛的佛号。自己念佛可以不出声音，心里头念有没有声音，自己晓得。有。啊，要听自己心里和念佛的声音，这叫梵文。啊，不向外，我们说佛号从心里生出来，从口里念出来，要口不念，心念。啊，这个容易实现，养成这样的习惯。啊，念佛的时候妄念没有，杂念没有了，啊，深深的、清清楚楚的佛号响起。这个方法简单，这个方法妙极了，啊，对娑婆世界众生非常契机。啊，观音大师这一配合，我们就晓得了。学习的理念方法就懂了，啊，只要肯学，啊，锲而不舍，效果慢慢就生出来，自己会得法喜。啊，自己成就才能成就别人，才能帮助家庭，帮助社会，帮助国家，帮助这个世界。所以世界的和谐啊，化解冲突，化解灾难，首先要成就自己。啊，自己没有成就，我们没有能力帮人。啊，自己成就比什么都重要。
啊，那么上观还有下一篇，啊，还没记了。这一篇值得我们多看几遍，啊，给我们做学习的参考资料。我们看底下有。谁人肯向死前修？惭愧弟子开启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谁人肯向死前修？太上感应篇经文曰：算尽则死。在印祖生前力荐的感应篇汇编中，算尽则死经文下引用宋延炳普劝修行文，指这色身谁信身为苦本，尽贪是乐，不知乐是苦因，浮生异度，岂是久居，幻执非坚，总归磨灭，自未入胞胎之日，宁有这男女之行，只缘地水火风假合而成，不免生老病死，凋残之苦，上无丝线可挂，下无根珠所生，虚浮如水上泡，须臾不久，微脆似草头露，疏忽便无。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如同佛经所言，人命在呼吸间，古往今来有几人能够参透此理而舍离世乐呢？弟子一位同门的师兄弟，出家前曾经经营石油生意，在上世纪90年代，石油的生意很好赚，他日进斗金，每日赚进数十万元，他的办公楼一层就有几千平，出门豪车车队有几十辆，还常常坐飞机到北京哈尔滨去享受，住五星级酒店买奢侈品，一抖手就好几万。当时他觉得只要有钱了，就能够带着家人朋友过上幸福的生活，想不到事与愿违，大家有钱了之后都开始花天酒地，家庭破碎，过着鸡犬不宁的生活，就是严炳所说的尽贪是乐，不知乐是苦因，乐极生悲，即是此理。后来他开始学佛了，当他读到太上感应篇算尽则死的经文，又读到幼诸横取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他开始痛自忏悔，知道自己赚取不义之财，决定会带来意外之灾，于是马上把勒令公司全部停产，家人和朋友都不理解，眼见他每天放着几十万白花花的银子不赚，觉得他肯定是学迷了。起初公司有一位副总，在石油生意做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私下开走了公司的豪车，取走了几百万元现金，携款而逃。他得知此事非常的生气，就去哈尔滨向一位年老的比丘尼请教，想不到这位法师说，你就这点业障都被他给带走了。
当时他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想不到不久之后，这位副总开着这辆豪车被火车活活撞死了。当时副总只看到火车从一侧驶过，随后他就脚踩油门开过铁轨，想不到另一列火车从另外一侧急速驶过来，他躲闪不及，当场就被撞死了。他的家人哭哭啼啼，为了剩余的钱财打得头破血流，这就是算尽则死的现实例证。弟子的师兄听经学佛多年后也出家修行了，现在每天还复讲《太上感应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圣贤教诲的真实不虚。严炳曰：长年者不过六七十已皆亡，短命者大都二三十而早夭，又有今日不知来日事，又有上床别了下床时，几多一席不来，便是千秋永别。叹此身无有是处，奈谁人不被他瞒。这就是所谓黄泉路上无老少。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眼见多少人英年早逝，少年横死。弟子在大学时辅进校门，就听闻到许多学长或病死，或横死，或情杀，或自杀，令人触目惊心。弟子少年时期亦曾经历过一次生死浩劫，大难不死，遇到盗匪抢劫，几乎命悬一线。当时弟子并未学佛，可是在急难中竟然念出了几句阿弥陀佛名号，从而奇迹般的脱险。自此开始吃素念佛，日日诵读无量寿经。由此可知人生无常，不知灾难何时会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趁身强力壮之时一定要早日精勤修行啊。严炳说：金蝉七尺骨头，皮果一包肉块，九孔长流不净，六根自逞无名，法毛爪齿聚若堆尘，涕泪津液污如行厕，里面尽蛆虫聚会，外头招文师交传，沾一灾一疾皆死得人，更大热大寒催人易老，眼背色千归恶鬼，耳随声去入阿鼻，口头吃尽味千般，死后指天有几滴。现代人都很崇拜明星，今年有一位演员前来拜见师父上人，他自我调侃地说：我别无他求，只要来生不要再做人就好了。当时师父上人就直言相劝说：你自己做不了主啊。是啊，我们多劫以来造作罪业，夜往牵缠，钻马腹，入牛胎，在六道中生死沉沦，自己如何能做得了主呢？弟子20多年前初学佛时，非常喜欢明朝杭州云溪莲池大师所写的《东家赋》：君不见东家赋健如虎，赴运长江年月暑，昨宵犹自倚门闾，今朝命已归黄土。又不见西家子猛如龙，黄昏饱饭睡正浓，游魂一去不复返，吾今命已属阎翁。目前人尚如此，远地他方哪可数，系将亲友细推寻，年去月来多少死，方信得子阳师语的言真果不欺，
昨日街头有走马，今朝关内已眠尸。伶俐人休瞌睡，别人与我同一类。糊涂相看不较多，眼前放着多少泪。钻马腹入牛胎，地狱心酸更可哀。若还要得人身富，东海捞针慢打癌。我作歌真苦切，眼中滴滴流鲜血。苦劝世人作即修，回头猛醒须自觉。2012年，弟子随同师父上人一同到杭州参拜云溪莲池大师舍利塔，祖师之言因犹在耳，幡然回悟者能有几人。当时一同去参拜祖师木塔的还有一位学佛的同修，想不到5年之后他就罹患癌症病逝了。当弟子赶去道场为他助念时，他已经断气，眼睛睁开，嘴巴张着，整个面部都塌下去，现出十分惊恐的表情。我们上百位同修声嘶力竭地为他助念，终究无法挽回这一切。严炳曰：此身无可爱惜，诸人当愿出离。如何迷昧底上逞风流，懵懂汉游生颠倒。或有骷髅头上簪花簪草，或有臭鼻带盼带麝带香，罗衣罩了脓血囊，锦被遮却屎尿桶。用尽艰辛百计，将为注视万年，不知头痛眼花，阎罗王接人来到。那更斌斑齿损，无常鬼寄信相寻，个个恋色贪财，尽是失人身捷径。日日饮酒食肉，无非种地狱生根。眼前图快活一时，身后受苦心万劫。这位同修从前很喜欢享受，穿名牌，坐豪车，住别墅。虽然学佛后有所转变，但是仍然有此习气，以至于在他命中之时，冤亲债主变现出诱惑他享受的境界，而终能够得逞。可见命中之时是强者先签，的确真实不虚。这位同修虽学佛多年，但听经少，应酬多，因此信心不坚定，病重时亦自言感恩心、忏悔心总是生不起来，愿力不足，最关键还是自己没有信心。同时他的冤亲债主干扰很多，有几十位附身来讨债，经过劝解之后大部分都离开了。可是最后还有几位因积怨太深，如何劝解都不肯离开。当时弟子眼见他们夫妻生离死别的场景，内心感慨万千。记得弟子从前在云南生活期间，曾经参加过白族的火把节，聆听过一个历史传说，记载在《南诏野史及师范滇系》中。南诏首领皮罗格企图并吞另五诏，将会五诏于松明楼而焚杀。邓胆诏妻慈善见夫勿往，夫不从而被杀，慈善必成死，滇人已是日然惧吊之。传说在南诏时期，首领皮罗格想要吞并其他五诏，于是在大理城西密设了松明楼，以祭祀之名邀请五诏的诏主赴宴。邓胆诏皮罗格的妻子白洁夫人睿智而有远见，她预感到此行凶多吉少，劝阻丈夫不要去赴宴。然而皮罗登执意不听，白洁夫人只好把一只铁镯戴在丈夫的手上。果然皮罗格火烧松明楼，五诏诏主均未能幸免于难，且尸骨难辨，只有白洁夫人根据丈夫的铁镯而辨认出皮罗登的尸体。
毗罗阁想霸占白洁夫人为妻，夫人在为丈夫守丧百日之后跳入洱海自尽，以保持名节。为纪念白洁夫人，每年农历6月25定为火把节。当年弟子聆听此传说时感慨万千，深感人命无常，刹那即逝，需早日了办生死大事，否则无常到来，手忙脚乱，措手不及。此事也成为触动弟子日后出家的因缘之一。严炳曰，一旦命根绝处，四大风刀割时，外则脚手牵抽，内则肝肠痛裂，纵使妻儿相喜，无忌留君，假饶骨肉满前，有谁替汝？生敌只得悲啼痛切，死者不免神识奔驰。无量寿经有一句经文最为震撼人心，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大慈念老于注解中提醒我们，情爱最难断，贪欲是无始劫来的烦恼，是生死的根本，也是六道轮回的由来。师父上人说，爱欲若是不能放下，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佛门常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净土，因此念要专一，不能夹杂情爱，也不能夹杂贪欲。严炳曰，前途不见光明，举眼全无伴侣，过奈何岸，见之无不悲伤，入鬼门关，道者尽皆凄惨，世上财经7日，阴间压见10亡，曹官报案没人情，狱卒持叉无笑面，平生作善者送归天道、仙道、人道，在日造恶者压入汤土、火土、刀土，火汤肺若牙崩，剑术势如山耸，贯铜之而变身肉烂，吞铁丸而满口烟生，遭挫磕则血肉淋漓，入寒冰则皮肤冻裂，身碎夜风吹再活，命中罗刹鹤重生，人间历尽百春秋，狱内方为一昼夜。10多年前，弟子曾于新加坡亲见庐江城隍老爷附体，请求恢复城隍庙。城隍老爷附体时痛哭流涕，言其城隍庙昔日庄严典礼非常气派，怎奈后来被国民党军队强占后，城隍老爷四处流浪，苦不堪言。更有甚者，竟然有人在城隍庙的地处盖楼建房，经营成红绿灯。我等不解其意，不知何为红绿灯，后来才知道是妓院，结果其主事者皆不得好死。其中有一位主事者至今尸体还置放在医院内做标本，泡在福尔马林中不得入土为安。城隍老爷请求恢复城隍庙，但由于国内政策不允许，于是就商议能否将十殿阎王画出来，这就是今日江义子老师《地狱变相图》之由来。城隍爷说话时，手抚自己长长的胡子，用庐江话唱出旋律优美的古曲。他边说边唱，时哭时笑。他还曾经劝勉当时尚未出家的弟子，一定要放下世间的五欲六尘。今年清明节期间，弟子陪同父母到庐江金刚寺参观，在大殿中见到城隍老爷巨大塑像，其面容慈祥庄严。大殿中陈列地狱变相图展览，弟子向家人朋友介绍各地狱之业因果报，如是因如是果，见者闻者无不战惊涕泣，引以为戒。中国已故富铁山大主教见地狱变相图而感叹说，此图抵得10万名远景，因果教育化导人心，移风易俗之效，于此亦可见一斑。
严炳接着说，魂魄虽归鬼界，身尸犹卧棺中，或隔三朝五朝，或当六月七月，腐烂则出虫出血，臭秽则熏地熏天，胖胀不堪观，丑恶真可怕。弟子的外祖父年轻时家境贫寒，为养儿育女，不得已常去河里打捞鱼虾以维持生计，前后长达十年之久。外祖父体弱多病，中年早逝，以传统土葬方式埋葬，怎料下葬之后，地下水脉直冲墓穴，将外祖尸体浸泡十年之久。墓后梧桐树根将其尸骨重重捆绑，其神识亦因杀业而受报，苦不堪言。后附体求超拔，要求改葬。家父成孝，将外祖父遗体火化后，供奉至日夜佛号不断之灵骨塔中，并自此深信因果不虚，每夜播放地藏经供养先祖及众生。十年后开始播放净土大经科注，普劝名扬念佛求生净土。严炳曰，催促赴一堆野火，断送埋万里荒山，习时耍俏红颜，翻成灰烬，今日荒凉白骨变作泥堆，从前恩爱到此成空，自惜英雄如今何在。泪雨洒时空寂寂，悲风动处冷飕飕，夜阑而鬼哭神嚎，睡久则鸦雀鸦餐雀啄，荒草畔漫柳悲时，绿杨中空挂纸钱，下梢头难免如斯，到这里怎生不醒。许多同修都读过《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这本书，此书讲述的是2100年前凯撒大帝任命他的三王子为罗马军团的统帅，率领十多万人的军团想要征服中国，想不到这十多万人一去不复返。因罗马距离中国路途遥远，行军一年半后疲惫不堪，一路上因瘟疫和疾病而死亡的士兵就很多。他们遇到中国军队后，料想不到中国人善于布阵，因此一次战争罗马军团就损失9000多人，士气大衰，后来彻底打消了征服中国的念头。到达甘肃河西走廊之后，军团只剩下不到10000人，以后全军覆没，全都死在中国。这支军队成为了孤魂野鬼，苦不堪言。他们非常的后悔，附身在一位农民身上，讲出这段故事，遇到高处长，写成了《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一书，证明六道轮回的真实不虚。这些孤魂遇到利宾菩萨，常常施食救济他们。菩萨说，中国不是你的地方，你来干什么？换言之，用武力征服的土地亦是命里所有的，若是命里没有，即使是用武力亦无法取得。师父上人教导我们说，富贵安于富贵，贫贱安于贫贱，这个世界是和谐的，天下是太平的。不可以有非非之想，不可以用非法的手段，那是完全错误的。严炳曰，大家聚远修更埋头，翻身跳出迷津，弹指裂开爱网，休向鬼窟里做活计，要知肉团上有真人，是男是女总堪修，若智若愚皆有份，但请回光返照，便知本体原无。若未能学道参禅，也且勤持斋念佛，舍恶归善，改往修来，以六贼为六神通，离八苦得八自在，便好替天行化，不妨代佛接人，对众为大众宣扬，归家为一家解脱，使处处其知觉悟，教人人尽免沉沦，上住诸佛转法轮，下拔众生离苦海。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人道不修，他道难修。
莫教一日换了皮，纵有千佛难救汝，火急进步时不待人，各请直下承当，莫使此生空过。因此我们要趁早修行，切莫空过此生。海贤老和尚生前常常给人讲起一位老德和尚的传奇故事，因缘生居士将其记载在《来佛三圣永思集》一书中，略叙如下。老德和尚幼年丧父，随母亲乞讨度日。一个奇冷无比的冬天，饱受冻饿之苦的老德母子乞讨至桐柏县平氏镇的金山寺，哀求住持海参法师慈悲收留为徒。海参法师把他带到韦陀菩萨像前，让他拜韦陀菩萨为师，老德就这样出家了，没有剃度师，也没有法名，更不曾受戒。海参法师教他走路时念阿弥陀佛，他果然老老实实地边走边念。村里的妇女和顽童们看他呆傻，就常拿他取笑，老德也不生气，只是一再给人作揖，口中不断地念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德化缘回寺之后，一定先到韦陀菩萨像前跪拜，说师父我回来了，然后再把化来的东西拿到大殿供佛，白天出外化缘，夜晚拜韦陀菩萨，年复一年，日日如是。1954年腊月，老德和尚生病了，但是俱进汤药，见人就问哪天是腊月初八，每天必然要问几遍。海参法师私下问他，你总是问腊月初八干什么？老德和尚回答说，我师父告诉我说，腊月初八那天阿弥陀佛来接我走。海参法师默记在心，暗暗赞叹。转眼到了腊月初八这天，老德反而不再问了。寺内僧人告诉他，今天就是腊月初八，你到底想干什么呀？老德一听此言，好像很惊讶地说，是吗？那我得走了。请人为他打来一盆洗澡水，他沐浴更衣后便端坐念佛而终。来佛三圣老德和尚都是用自己一生的行持为我们做出了念佛成佛的好榜样，弟子众等深知因果之可畏，深惧无常之到来，更宜戒慎恐惧，战兢惕力，精勤念佛，痛念死生无常，肉身亦陨，切莫耽染尘情，不思精进，从而空过此生。以上是惭愧弟子浅显的心得报告，不妥之处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会语批评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这些因果感应的故事，特别是在这一个时代出现的，大家呢都见到都听到不是传闻，坚定我们对于因果报应的信心。增强我们对于因果的概念知道人生的真相。感应篇里面
严彬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学佛的同学，真正希望这一生能够脱离生死轮回，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应当把这些事情常常记在心上，境缘现前多多想想，或者将这篇文字多念几遍啊，就能帮助我们消除妄念，一心念佛。来到这个世间不容易啊，佛经上所说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有幸的人生闻佛法啊，无比的幸运的，更难得的，我们能遇到净宗，能遇到下莲居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汇集本是在抗战当中完成的啊，抗战之后才有定本，流通量很少，知道的人不多啊，我们有幸遇到了，真不容易我上一辈的这些大德很多没有见到过这个本子啊，念老的注解连太宗李炳南老居士都没看到啊，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听到念老到美国访问，我也是抽不出时间，只跟他老人家通电话啊，他那个时候初稿刚刚完成，用油印印了一套带到美国啊，听说我在美国讲《无量寿经汇集本》，他非常欢喜，把这一本书这个原稿啊给我了啊，我看到之后非常欢喜啊，这是夏老的传人啊，梅大师的外孙，家学的渊源深厚，又得到遇到真善知识啊，非常难得。他在美国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就回去了。啊，他回去没多久，我到北京呢去拜访他。啊，我们很有缘，一见如故。在那个时代，国外弘扬这个本子，我在做，国内他在做，也是一个人。啊，净宗学会是夏老提出来的。
啊，在国内也没正式成立。念老把这个事情就交给我，希望我在海外啊多成立一些新宗学会，劝导大家呢学习会集本，一心转念啊，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在国外确实有效果，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往生留下的瑞相很多啊。那么这些年来对这个本子有意义的人很多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我们遭遇到的困难啊，国内有甚啊，国外还好一点，难得海鲜老和尚为我们示现作证，啊，那么这是最近两年的事情，啊，两三年。希望同学们要珍惜这个缘分啊，这个缘分如果失掉了，可以说百千万劫难遭遇，真可惜了。如果不能往生，决定是搞六道轮回，六道里面肯定在三恶道，所以常常想到地狱苦，常常想到轮回的悲惨，帮助我们提高警觉啊，让我们念念有高度的警觉性，尤其先前的社会啊，我是不看新闻，不看报纸啊，知道的不多啊，一般同学天天看新闻，你们对于眼前的世界真相了解的多，是不是就像行编这一篇文字里头所说的，我不看，我看他这些文字，在我猜想象当中，现在的社会就这样啊，能没有警觉吗？要帮助自己成就，也要帮助有缘的众生啊，有一个有缘众生都不舍弃啊。我们再看后面还有一位，专念弥陀消业速，看破放下即往生，
惭愧弟子弥陀子恭敬报告的主题是专念弥陀消业素，看破放下即往生。家父何妙音居士于1997年听闻净土法门，于2000年国历5月24日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享年83岁，育有2男5女。他老人家一生只听过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之发大誓愿第六品1个多月，得力于看得破放得下这六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圣号，印证净公恩师所说能看破放下专念阿弥陀佛3至5年就能成就，自将家父学佛及往生经过供述如下，愿见闻者皆能往生极乐世界，圆成佛道。腊月30的警醒，家父因务农，施用化肥及农药，以及家中常蓄养牲畜，如猪、羊、狗、兔、鸡、鸭、鱼等等，除一小部分换钱为生外，其余皆为自食，多犯了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之戒。由于严重的杀业，于1992年农历30业报现前，一早骑摩托车载2个小孙子去市场买菜准备团圆饭，回家的路上突然头晕，人及机车一起摔到田里，老人家头部及颈椎因此内出血，生命危急，两个孙子平安无恙，只是虚惊一场，真是共业中有别业，造业轻的受报轻。医师说家父很危险，要赶快开刀，而且活下来的几率很小，即使生命保住了，也可能要长期有人照顾，因小医院无法进行大手术，且因为过年放假转院不方便，要等2-3天才能转到大医院。自己看到父亲危在旦夕，却又无助之下，当时一个灵感就是求观世音菩萨加批，不能让爸爸就这样的走，我愿意舍寿给他老人家，再怎么苦我都愿意为他老人家受这个苦。果然至诚能感通，2-3天后转到大医院，经过几天的急救，爸爸的命终于保住了，全家松了一口气。但从此以后，他老人家的生活均需家人照顾，全家吃众生肉的供业不得安宁。他老人家从生病到往生，一共在病床上躺了7年。我想替他老人家受这个苦，都爱莫能助。真如《无量寿经》中所言，苦乐自当，无有待者。经历过这一件事之后，最害怕的日子就是过年，因为差一点就失去了最疼我的父亲。也尝到了全家在医院中紧张痛苦地度过年关的滋味。当时在医院也有不少人的处境和我们一样，应验俗话所说的年关难过啊，尤其很多老人家都过不了这一关，因人无知迷惑造业，在过年过节任意杀生，
让猪、鸡、鸭等众生过不了年关，感得气衰或年老时受此报，杀业重的人也很难过年关。后来学了感应篇才知道，腊月三十这天原来是算总账的时候。祖师曾劝人云，预先若不打彻，腊月三十日到来，管取一场热闹，果真如此。忏悔自己没有早日学佛，努力断恶修善念佛，为父亲及全家所伤所杀所吃的众生回向，让家父受这么大的病苦折磨。弥陀圣号不思议，克服业障。之后自己发愿这一生一定要帮助父母亲往生极乐世界，圆满成佛，因此发愿诵100多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回向给家父，也希望家父自己能念佛，因此请了一台念佛机回家，放在他老人家的床头前。到了深夜1至2点，听到隔壁房间很吵，起来看个究竟。母亲说，你父亲说念佛机声音太大声了，吵着要关掉念佛机。母亲说，念佛机声音我听刚好，您父亲耳朵重听，我和他讲话都要很大声，念佛机怎么会吵呢？可能佛力加持，我马上说这是业障现前，千万不能关掉念佛机。我劝母亲，只要我们两人不关，父亲也没法子关，我们去睡觉。当时父亲的脸好生气，不像他本人，一听我们不关念佛机更是生气，但当时只有忍下心来，不能随顺他老人家的意思。直到清晨5至6点，我赶快起床去看看父亲怎么了。父亲看到我高兴地说，昨晚念佛机念得很好听，前面有一批人念阿弥，后面有另一批人应弥陀，应陀佛，就这样唱了一整晚。我心里纳闷着，昨晚吵着要关念佛机的是谁？还好没关念佛机，否则把父亲成佛的因缘都错失了。从此之后，父亲就躺在床上听念佛机念佛。后来自己对经教稍有了解之后才知道，人要往生净土，以前所恼害及杀害的有缘众生会来障碍，尤其人在深夜气衰或生病将往生时，容易业障发相。要是当时能跟父亲的有缘众生沟通，祈请他们一起来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做将更圆满。由此体会到用念佛机播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亦不可思议，感得佛菩萨护念，突破一切障缘。弥陀愿力不思议，由于担忧父亲不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不能升起往生之愿，因父母亲都没念书，便请了台语版的发大誓愿第6弥陀48愿，是由悟道法师复讲净公恩师所宣讲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总共20几卷录音带。暑假回台湾陪父亲1个多月，每天播放1卷卡带，有时2、3天都重复播1卷。因老人家久卧床上，体力差，听没多久就睡着了。为让父亲专注，便教父亲学着复讲，因父亲记忆力好，又喜欢讲故事，等阿姨或姐姐来探望他时，复讲给他们听，
果然父亲常说极乐世界的树很高大，一棵树横倒着就能横跨地球与月球，还有地上都是黄金做的，所以他老人家对极乐世界了解了。他老人家一生只听过的经就是发大誓愿第六，真是贵经不贵多，贵在是否能看破放下。他老人家一生没去过道场，就是在床上躺着听佛号直到往生，也很少听他念佛念出声，他就是专听念佛机声音。后来才晓得，原来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印光大师也曾说，躺着念佛出声耗气，静听佛号声其实很摄心。随缘消旧业，以苦为师。父亲往生的前一年多回家探望他老人家，父亲很高兴，我坐在床边，他老人家才把一生经历的事一一告诉我。原来父亲一生吃过这么多苦，但他从来没对我们小孩说过或抱怨过，他总是默默地承受一切苦难。以前在乡下的路上，不但没路灯，且要经过公墓，所以我晚上若是要补习，父亲就骑机车去接我下课。有一天晚上10点多，他经过十字路口时，一部大卡车冲过来，他心想这次完了，小女就得在那里等不到人了，还好没撞到。天下父母恩，真是难以回报啊。当时父亲都没有跟我提，他老人家一切都默默地承担，而且心里念念都是想到我的幸福，而不是自己的安危。爷爷在父亲4岁时就过世了，奶奶改嫁，所以父亲就被送到有钱人家中去当长工，一生吃过很多苦，为了养活7个小孩，艰辛工作，任劳任怨一辈子。记得我5至6岁时，父亲拆掉老房子，盖上新房子。当时父亲才请几个工人，大部分工程都自己一个人辛勤做到半夜。大惊威德不思议，消业障。他回忆起这一段时，就说当时盖这一栋房子，邻居把地标往前挪了一些，如果以后他们的路不让我们过，你记得请你哥哥将那一小块地要回来。我说算了，这是身外之物，别放在心上，往生极乐世界要紧。父亲想，他最疼我，竟然我没站在他这一边说话，气得脸都变了，和之前要拔念佛机的情景一样。我见气氛不对，转移话题说，快中午了，我们先吃吃饭，吃完饭下午再来聊。当时我感觉全身无力，赶紧去诵《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连诵了2天，10多部经，回向给父亲的有缘众生，希望父亲往生时没障碍，之后人舒服多了。去看看父亲，父亲很高兴，直到他老人家往生都没再提起这件事。人要往生之前真是不容易啊，业障发相是会有的，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印光大师教导我们，念佛方能消宿业，结成自能转凡心，只要对净土法门信愿坚定，持之以恒的念经念佛，总有化解业障的一天。
好吧，下一堂课就从接着这些例子，都能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啊，这些都说的都是事实。那么今天有时间关系，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文，没有时间来念。我希望同学们要认真放下世间事，随缘不攀缘，有机会那就是佛菩萨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认真去做啊。那么这些事情帮助世间和谐，帮助正法救助，值得我们去做。啊，如果不是这两桩事情，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专求往生净土，这样就好啊。这个世界古人所说的未必是他亲眼所见到的，但是他所说的我们现在都亲眼看到了啊。古时候社会像这种苦难有很少，不普遍。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到处都是的啊，有一些地区特别像非洲这些地带啊，东欧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啊，其他地区许许多多的天灾几乎每一天都有爆发啊，这个都是警惕我们学佛人啊，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要更加努力往生净土，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利苦得乐圆满是我们远离娑婆世界求生西方净土啊，我们只有这一个愿望啊。同学们在此地给我们做证明，决定有感应，决定等往生啊，坚定信心就是发菩提心啊，然后再加上一向专念，没有不往生显示出
阿弥陀佛无量的慈悲啊，戒引设法界一切在苦难当中的众生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一份子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